抗生素是重要的医疗资源，不仅是对人、对动植物，还有对整个大环境都很重要。所以，请今天在这里办这个世界抗生素的警觉周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抗生素的资源，能够重视抗药性的问题。那这个是台湾跟全世界一起来响应的一个活动。那在这里呼吁大家审慎使用抗生素，珍惜这些医疗资源。农委会表示，除了人类使用的抗生素要谨慎用药之外，动物、植物用的抗生素也同样都需要注意。三个单位除了推动持续减少使用抗生素，也与相关的产业合作，辅导屠宰场防范肉品受到病原微生物污染，一起为减缓细菌抗药性贡献心力。